那个是16章的讲义哦，因为我好像来不及给你，没有给你那个 PPT 对不对？对。啊，我就先印给你们了。然后这边有16、17两章的，到时候你们这一罐没印。啊，16章给你们原因是因为我们16章待会开始讲之后呢，他大会之前介绍那个芳香化合物，所以以投影片为主哦，所以他会这个你要看着。哦，但是这个我会再把 PPT 另外给你们，在我放在这边，我们自己来 download 吧。然后我们要先来把我们上一次快要结束的这个第二周的培训呢给结束掉。好，这个是这个上一次的演讲需求，跟你提一下这个上次跟你讲的事情。举手，你差一份。没有拿到的举手。没有拿到的，请你帮我说一下。我等我一下啊。我请我学生下来拿一下。在几层吗？在几层？所以差几份，举个手看一下。它的补掉，差两份而已，是不是？好。火力怎么样？为什么可是你不会急？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们上礼拜跟各位介绍到了这个要收的 reaction， 跟各位介绍说，如果我有一个 cognitive 反应的系统，这叫做反应。这边不用抄哈，这是你上一次这个上课给你的例子，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们要。讲下去的部分，
歹影碰到一个歹影的反，它要生成一个所谓的四加二的反应 ，four plus two cycle addition， 对不对？这是我们教你的那个反应，它叫做四加二环化加成反应。四加二是哪里？一二三四四个位置点，加上这两个中间，这个中间的两个碳，生成的是两个新的键结以及转移了一个新的开键结在这里。整个反应的发生过程呢，利用的是歹印的 HOMO 去跟歹印 OFI 的 RUMO 发生反应。如果你已经有点不太记得我要讲什么事情了，歹印里面是不是告诉你，当我有一个歹印的系统在 SWAY 那个位置，我们会有这四个 T 的轨域呢，会重新排列成新的四个 PyOne， 你可以讲 PyOne 没关系， PyOne Side 2, Side 3, Side 4，四颗电池填到新的这四个来，这个是中间 P 轨域的位置。哦，这边我应该不要再重新讲一次了，因为这个之前讲很多次的，中间这边是 P 轨域的位置，这边生成新的两个 bonding 的 MO， 新的两个 anti bonding 的 MO， 填的位置填在稳定的这个 MO 的位置。这边呢，则是会有两个这个来自于这边的双键的 L pin 的部分的。它呢生成一个 Pi 以及一个 Pi Star， 两颗电子填在稳定的这个连接。什么一张一份那个奖励先借那个学长一下。对，嗯，哎，对，然后你印两份，第三份好，印一份。所以呢，我们的整个系统要去做它的时候，因为整个分子的反应发生怎么做的，来自于这一二三这三个很重要的 Pi。进行反应，有没有注意到它不牵涉到西格玛方程的断裂哦？牵涉到什么？牵涉到这样子的过程。所以都牵涉到什么东西？拍键结的移动，拍键结的移动以及拍键结的移动。所以整个键结的建立来自于我的拍轨域。所以我今天才用拍的 MO 来跟你解释键结怎么发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用拍的 MO 给你解释哦。好。既然我是要拍的 MO 开始发生反应，当我这个分子遇到这个分子的时候，第一步的动作一定是什么？我电子要推出去，推到别人的空轨域上面去，对不对？那我现在要到空轨域上面去，我要嘛是拿这边的满的最高能阶这个轨域推到它的功能阶，要嘛是拿它的满轨域推到它的功能阶，对不对？所以刚才有听懂吗？我讲什么吗？我要生成新的键结，表示什么？这两个分子要开始共用电子，就产生新的键结了。所以我要替它产生键结，我既然没有单电子，双方都没有就单电子，我就不可能一个人各出一颗，所以一定是要有一个人先出两颗，一个人两颗全拿。好，所以要么是他出两颗让他全拿，要么是他出两颗让他全拿，这样可以理解哈。好，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说，你可以走这样子的方式去供给电子，让他跟他去共用；你也可以走这样子的方式让他去共用电子。我们上面有告诉你一个数据，对不对？它的能阶是算得出来的。这样子的方式具有优势，什么优势啊？它的能阶比较低，双方的能阶差比较低，容易进行。所以我们告诉你 ，yes order reaction 用的都是它的 HOMO 去进攻它的 RUMO。什么叫 HOMO？ Highest occupied multi orbital 最高被占据电池的分子轨域，以及 RUMO lowest unoccupied multi orbital 最低未被电池占据的分子。最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HOMO， 想象中 HOMO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是最容易把电子打给别人。RUMO 呢，就是最容易被接受人家电子进来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OK， 好，当我这个概念是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电子的推挤一定是从这个地方推到这个地方，诱发下一步的拍键再打过来。做完整个反应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很有趣的事情是，我的在 Innovate 跟它发生反应的时候呢，我可以这样子进来。我也可以把这个颠倒过来，让这个是朝上面，这个是朝下面的，我是另外一组的反应。还有什么？还有我这个是朝里面，朝这个双键里面进来，以及朝外面进来，叫 endo 跟 exo 的产物。最后面的产物结果呢，你会得到的只有一个，应该讲说是一对镜像异构物。我不都不跟你讨论另外一个镜像异构物，因为它是互相对象成立的。其中这个分子呢，它长什么样子啊？讲的是当我的推电子机在这个位置点的时候呢，我的产物呢一定是在它的对面做一个一四的产物。为什么？
这两个跟你讲。然后呢，如果我的这一个 Dino 板它是带电子机的时候呢，这个 Dino 板呢一定都会是在 Indo 的位置，在塞向里面来的位置。为什么？上次介绍给你讲过了，因为会有一个 secondary orbital overlapping， 虽然你听不懂，但是我讲过了，待会再讲一次，待会再讲一次。所以呢，会产生有 Indo 的 product。然后呢，这一个我合环上来的时候，我朝向里面这个，它为什么会在上面呢、啊？还没告，我也还没告诉你，对不对？这个为什么在上面？这个也还没告诉你。我们到底要告诉你这几件事情，我们告诉你这几件事情。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告诉你这个分子的过程哦。同学上次有在问我说，为什么它会不会在小径下面分子？我们要讲是什么事情？这是感应，这是感应的板。当我的感应遇到了感应的板，我们刚讲过，你有可能是这样子进来。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是从上面这样子进来，这样子进来跟这样子进来是没有选择性的。所以我们的镜像一构筑的是它从这个感应的上面跟下面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它是这个样子。好，可是除了这个你是没有选择性之外，其他都有选择性。还有什么选择性？一个是什么？我这样子进来，以及我的这个取代器是朝内的，这样子进来。当我是这样子进来的时候，我生成的间接之后，这个是朝外面，这个 ASO product。当我的这个取代器是朝内侧的，这样子进来的时候，打开来的产物呢，它是朝向这个环的内侧的，就叫 ANO product。另外可能性是什么？我的双线都是摆这样，这样子进来是一个可能性，这样子进来是一个可能性，所以全部会有几个可能性啊？一个、两个转过来，三个、四个。不同的可能性，为什么是四个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如果来看，以我们所学过立体化学来看，这是我的产物，对不对？我现在的产物在这两个地方，如果我的取代器在这两个位置点的话，它就可能是两个 pair center， 每一个 pair center 是有两个可能性 ，R S 方，我就可能出现四种不同的产物出来。所以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建立在这个位置上，好，我们刚刚有讲过，感应跟感应的板在发生感应的时候呢？这边是用 HOMO， 这边是用 LUMO， 对不对？如果呢，我要让整个反应更容易发生，我要想办法把我的 HOMO 再往上提升一点。为什么？这种更接近 LUMO， 我们今天能接差更接近，更差更少了。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我把这个地方的 LUMO 降低一点。为了这个原因呢，如果我在我的这个感应上面，我是放上了刚刚没有拿到的。对，刚刚说我有同学，对不对？不两个，先刚刚没有拿到先拿，就是一开始有拿到先拿，不是，还是不够。那待会再运好了，下周再运好了。好，我们要往下继续看哦。如果我要让我的 HOMO 提升，我的 LUMO 往下拉，我就可以把自己的能接差拉低，我反应是不是更快？对，因为我当它打过来的这个几率就更高啊，反应效果更好，所以我要怎么把它拉高？电高，把人家电高的时候，我把电才推进去，让这个波率往上电高起来。所以呢，我如果在我的打印的部分呢放上了推电子机，这时候会让我的泡沫拉高。在对方上拉电子机，让我的电子密度下降了，这时候波率会下降。这时候这两个能接上就接近了。所以无论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我的泡沫是推电子出来的。简单去想，很通俗的去想，既然我推这电子出来的，我给它更多电子，它不是推得更用力吗？那以前在想这件事情，我既然第一步是接电子的，那我如果让它更缺电子，那我是不是它接电子的能力就越好？所以这边要放推电子，这边要放大电子，这边没有问题哈。好，推大电子机呢，这个地方常见特点有哪些啊？你可以是我们之前所学过的 ATO good， 就是一些 R 的 good， 可以是 OR 的 good， 这些是最常见的。大电子机有哪些？Carbonyl good 带有 CO double bond 的，这些都是大电子机。为什么？因为你的 CO double bond 会共振，产生一个 C 正 O 负的这个共振式，会把电子往那边拉过去。NO2、CN， 无论 CN 是 double bond 或是 triple bond， 这些都是属于大电子机。所以你只要看到不饱和键数的，都是大电子机。因为什么？产生共振的可能性就出来了。OK， 好，所以我们要继续看上次的问题，我们停留在这个 ANO 这件事情。为什么 ANO 这件事情很不容易理解？我们上次有讲过，如果我的产物它今天所得到的是
另外这一个场域，我同时间把画出来给你看。这叫做 SO Prada。这个 SO Prada 事实上啊，它才是一个生物感应力。为什么是这么难引发的？因为呢，它的热取代器是朝外面来的。当我在看这个产物的时候呢，如果你是朝内的，上次我们是教过你，你要朝内去看它的时候，这一只跟这边是靠得很近的。如果你把这个换到上面来，它跟大基本是离得比较远的。所以，较拥挤的这一个是来自于多胸圈，告诉你是一个能量比较不稳定的中间体，对不对？我们在学 LK 的时候告诉你的。当我大气团靠得比较近，这样的角度靠近的时候，我们叫 Hodge， 它是不稳定的结构。大的跟大的放在反向叫 Entire 的时候，比较稳定的常物结构。所以我的 ASO 是 Entire 的常物，我的 Angle 反而是一个比较拥挤的 Hodge 的角度。好，如果这个角度你是可以认识的，那为什么我今天得到的不是 Thermodynamic， 反而是这个不稳定的 Angle？ 为什么这个没得到，反而得到的是以这个为主？原因就在于什么？这个呢是一个 kinetic product。 什么叫 kinetic product？ 我们学过一个化学反应里面有两个方向，两个可能的反应的过程，一个是求我的产物越稳定越好，一个是求我的反应速率越快越好。让我的反应速率走得快的，我们叫做 kinetic 动力学的产物，让我的产物得到最稳定的，我们叫热力学稳定的产物。所以生物反应力指的是能量的部分，这个动力学部分指的是反应速率的部分。既然我今天得到的不是产物，我得到的显然是利用动力学的控制。那我经过动力学控制要代表什么意思啊？我必须让我反应速率发生比较快。什么叫反应速率发生快？反应速率来自什么？我换能，我换能决定由谁决定？由你的全息性 state 的稳定性决定。所以你今天反应过程当中，如果你的过渡态是能够稳定下来的，则你的活化能会下降，则你的反应速率会增加，则就有机会拿到动力场，那就不选择去走一个动力学场，要热力学是稳定的场的。好，所以显然的，我如果确定说我这个是一个动力学稳定产物，那显然我要去固定问题了。It's possible to get a stable transition state。这 TS 指的是 transition state 过渡态。什么叫过渡态啊？就是反应发生过程中会出现一个电子重排的过程，流来流去的过程。但是你是分离不到它的，你若得到一个它，你就有机会能够去什么 lower the activation energy， 我自然就可以加速反应速率。所以这个反应的过程就是加速的反应速率。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我们上次举电焊的例子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哦，它叫 cycle pentadiene， cycle pentadiene 呢，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分子哦。当我把它放在室温下，它有一部分的能带动。原因是为什么呢？它自己本身啊，就会跟自己本身产生 DA 反应，什么 DA 反应？它把自己视为呢，它同时间是具有反应的特性，以及呢。同时间具有白银红白的特性，它就自己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不奇怪，这个很容易发生的。它可以被视为是白银，它也可以视为是白银红白，它是自己跟自己接起来的，所以呢，它会做什么事情呢？它还是用它的活力在做这件事情。如果是这种条件看到，从看它，这是一个赛高变态白银，所以呢，你过去看它的时候。你要再回过头看它，看了这个分子的结构，对不对？它是一个一二三四，跟关税比特单元很像嘛。你要再去帮它画出它的这个规律结构啊。所以你是不是画出四个规律结构？哪四个？再画一次给你看哦。为什么老师都把它的分子形状画出来？要不是要讲规律吗？为什么要画分子形状？很简单，因为呢。我的果域重新排列发生在什么地方？就发生了我原子存在的地方嘛，不是吗？我的 P 果域就存在我的原子上面啊，所以最稳定的这个 P 果域长什么样子啊？我画太低哈，所以你自己画一下。
全部的都是方顶的，这就是万岁吊单椅的第一个嘛，全部相位都是一致的，这是它最稳定的。三万。然后呢，第二稳定的是什么？中间啊出现了一个 knot， 其实呢它跟关系跟它一模一样，只是我把它弯，因为它被子变成环起来了嘛，关系跟它是直线的嘛。这是一个 knot 的存在，第一个 knot 的存在。第二个呢出现什么？两个 knot， 就真的很好画，对不对？因为它跟关系跟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出现哪两个 node？ 出现在这边的 node。接下来呢，就是最不稳定的，全部都是相反的。三 node， 跟万岁哥那里都是一样的，我只是把画成文字图给你看。一样四个电子填进来，填在哪里？填在这里。中间呢，一样是空的屁股鱼的位置，一样是空的屁股鱼的位置。到这边没有问题哈，画这个围圈是不会有问题的，对不对？好了，我现在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 diin， 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 dinofi， 表示什么？我是拿这个分子自己本身的 homo 去跟另外这个分子，你把它重复再画一次，一样有这样子的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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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cle， 对不对？你要拿它的 homo 去跟它自己的，好，再画出来给你看。这是左右边，其实你把它视成是 diin 的diin 的时候，你把它视成是 dinofi 的时候，就不画出它的分子轨了，因为是一模一样的。你要用的是这两个来发生反应的，所以表示什么意思？我要拿它的这个轨域来去跟它的这个轨域发生反应。我们把后画看，画不画得出来？三颗贝塔单元的 homo， 我要发生反应的时候是跟它的 lumo 发生反应的。要跟 lumo 发生反应的时候，你要怎么画呢？它如果长什么样子，我把它画大一点。发生反应。好，我们刚发生反应的时候发生什么地方？我要生成第
个线球是我的一四跟这边的一二发生两个新的 sigma 帮顶生成，对不对？所以他们俩 over 在什么地方？这一个跟这一个绿的，绿的跟绿的头是接在一起的，相位是对等的。这边的蓝的跟这边的蓝的是相位对等的，接在一起的，所以是同一个方向上去。他听不懂的话，这边有图。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homo， 这看到的 homo， 这个 homo 是一二三四，这是 homo， 其中有一个 node 在正中间，对不对？这个是 lumo， 这个是 lumo， lumo 是什么？这个 lumo 是什么呢？来，我看一下啊。称之为这个叫做二次的固定总成定，生成间接是前面这两个，但是后面这两个没生成间接，但后面这两个的轨迹是相同的，是相同点的。同点代表什么意思啊？我这边电子，我这边要产生新的间接的时候，是我的电子，我拍电子推过来，这边产生正的，对不对？这边拍电子要打过来的过程中，这边是会产生一个过渡态，电子缺乏跟电子供应进来中间一个过渡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下面这个相应反应的双键，它的轨迹就会上来帮忙稳定住这个中间。所以呢，会让整个反应的中间过渡态的稳定性降低下来，就是来自后面这两个卡在一起的这个轨域是互相重叠，相位是对的，产生了这个新的稳定的。好，如果画出来给你看，就是画在这个位置，这一个的蓝的跟我的上位置的蓝的四位置相对在一起，这个的绿的跟我上位置的绿的相对在一起，
所以这两个部分呢是产生这个间接的部分。这边呢没有产生间接，但是呢这边的这个开键呢会上去帮忙稳定住这个过渡态发生，所以呢这个我们发生如果这是一个 secondary orbital。发生的过程，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啊？就在这里啊。当我这个推过来的过程当中，我中间甚至会经历过一个中间体，长什么样子啊？这个位置上，它是能够帮它去过来去稳定住这边的间接的时候，它是不是让你的那个过渡它是下降的，稳定下来的，所以它就走了一个 kinetic control 的一个滑道，动力学稳定的这个场面，所以得到了一个 angle 的滑道，出来是这个原因，所以它造成了你的这个 angle 滑道产生的阻力哦。好，所以再跟你介绍，再跟你讲了一次，是重复了上一次的跟你介绍的这个 endo 的这个过程哦。这有听懂吗？如果还是无法理解的话，去想一下，我的过渡态发生怎么发生的？虽然这是重复反应，但是呢，它还是有电磁的推动嘛，对不对？你如果很难想象，你就想一个问题啊。我如果推动过来的过程，第一步是什么？我的拍电子打过来到这边，这边要顺势打过来，这边要过来，所以一开始就产生瞬间，这边产生缺电子的状态嘛。因为我的拍电子要先打出来了，所以我如果有多余的电子在后面，可以去稳定住这个短暂生成的过渡态，电子缺乏的状态，是不是稳定住这个过渡态了？因为我虽然缺乏电子，但是在我下面有一个拍电结，它让它的电子移动开始过来，去帮助稳定了我这个空轨力，就这样的过程而已。这跟我们以前所学过的这个 ATO group 用 hyper conjugation 去这个稳定住这个键是很像的，只是在 hyper conjugation 的时候是用什么？是用 sigma bond 很靠近的时候去稳定住它。这边呢是拍键结，拍帮顶去稳定住你的这个过渡态的这个不稳定的能量。好，这三个都是我。第四个呢是它的 visual sensitivity， 上次这边都是讲到 C 哈，所以第四个要告诉你是它的 visual sensitivity。当我这个打印或打印网牌上面呢是放上取代机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判断这个你的产物？好，当我的打印上面是在它的二号位置放上一个叠顺口的定格，这个D指的是别种宣布，它呢如果遇到了一个打印的话，然后生成的 DSO 对不对？有两个可能性的产物，一个产物长这样，
假使我们今天的飞行器是一个 Mesa Sigur， 是一个 Mesa Sigur， 它呢去跟一个有放 Fielder 取代的反应，到底我的电子呢要推过来的时候呢，是从这边推来这边，还是这边推来这边，推来这边，对不对？你有可能是这样推过来，你有可能是这样推过来，你也有可能是这边的电子推过来这边，或是这边电子推过来这边。我说的是第一步，你要推出来那个点，有好几个点可能发生嘛，那不同的点就发生不同的反应嘛，那到底你该怎么选择？我来看看。一年台语来讲，还有一个共振是，还有这样的共振是存在。这边呢，也会有这样的共振是存在。最靠近你应该就觉得知道该怎么发生反应，对不对？我既然是电槽推出来，推到一个缺电池的地方去，那你就怎么选啊？我当然选电负度高的那一段，电负度电池比较多的那一端，推到对方电池比较少的那一端去。所以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一端跟这一端接在一起，所以得到一定是什么？它跟它接合是在哪这样的位置？所以呢，做出来结果一定会是。这样子的场景，那如果它不是由它导致，而是由它导致，得到就是什么？另外这个第三个位置，为什么？我这个答过来表示，这个跟它间接就是什么？一二三，就要一二三，它的取代器跟它是第三个位置的取代，所以我两个位置可以选嘛？听懂我意思吗？如果我们用刚刚的这个图来跟你介绍它的话，这就是刚刚你看到的这个美沙西的这个断美沙西的打印，这就是你的这个打印要摆的地方，双键的地方。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你有可能是这样掉音斗，音斗我们确定好了，掉音斗。好，你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音斗，你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音斗啊，你有可能这样子的音斗。你若是这样子的音斗，产生了产间接之后，产物是什么？一三。好，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运动，这样子运动进来，产生产物是什么？一四。所以呢，我们才会告诉你是说，它是必须要这样子反应呢，还是要对过来发生反应？两个可能性，为什么最终产物？原因就在于啊。我在推动它的时候呢，我是把双线推出来，推到感应头摆的这个某一个端点去。所以你们去看啊，我有两个地方可以推，我可以推这边的双线，也可以从这边双线出发。然后呢，我接电池的地方可以是这边双线的这个点，也是双线这个点。所以你要问哦，我有四个点，两个点可以推，两个点可以接。那既然要推，一个要推，一个要接，要推的是什么？自己本身电池做的那个去推最好推啊。他要接那个人呢，就是越缺电池那个碳。那个端点去接最好接呀、啊，对不对？所以我的第一步就发生在一个什么，让我的电子呢用最多的一个时间，跟一个电子容易接收的点。所以我去看它的共振是，共振是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我的分子有存在2公以上的路易斯结构的可能性的时候，共振是不能够区分你我，共振是有贡献度的不同。所以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画出共振给你看，不代表说它会帮你哪个反应哦，没有，它只告诉什么？我这个双键呢，虽然存在有这样子的这个 MO， 可是呢，它的每一个碳上面的带电的倾向，你的共振才会带给你看。这个分子的带电倾向是，这个端点是带负电的倾向，那它是正带负电啊？不会啊，以这个分子来讲，它的共振比例已经超过了90以上，它的光点率110以下，甚至有到1而已。可是呢，你要去判断这两个碳的端点谁比较负的时候，这就帮助你判断。对不对？他告诉你，这个端点是不要带负电的。一样的，共振是告诉你，
接受电池的这个双键里面，它比较缺电池，还是它比较缺电池？共振是不是告诉你，这个它比较缺电池。所以呢，我一定是拿比较负的这个端点，去打在比较正的这个端点，作为我的反应器时的出发点。所以我做了这个反应之后，我得到的都会只有一四的场，而不会得到一三的场，就是来这个来自这个旋波器。如果有疑问的，要马上提出啊！我觉得不太对的，你要老外提出来讲。如果不是这样子，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我的单翼，它的导电力波是在端点的，不是在中间的，去碰到了一个双键，是带有拉电子机的。这个时候我要产生反应的时候，有几个可能性的产物，一个是这样子接，一个是这样子接。所以几个可能性，你有可能得到的是这个，还有什么？这个，又是两个可能性，一个叫做一二 product。一个叫做 T3 product， 哪一个为主？这次你可以自己推推看的吧。给一个例子给你看，简单的，就跟刚刚一模一样的，只是把我的美沙奇放到端点来。好，换换看，你觉得哪个产物是主要产物？它的共振是呢没有变，还是跟刚刚那个一样。所以反应要是两个头变两个头，当然是这个头要对这个头开始发生反应，对不对？所以若是这个头对这个头发生反应，表示什么？这一条是你发生的第一个键结，所以常会有一个声音组 ，one two product， 不会等到 one two product。所以我说什么产物呢？就会画出产物长这样。这样子的产物。大家有听懂吗？哦，我想这边应该不难，对不对？再强调一次哦。这个只是告诉你形象哦，我没有告诉你反应是这样子发生反应的哦。你不要把它搞混，因为我年幼的时候就问我说：“啊，它反应就这样发生的，就是这一步先打，下一步再打进来，怎么样？”不是，它的反应还是我一开始告诉你的，它是拍棒顶打出来去接受三个拍去轮动的，还是拍棒顶反应去发生？这边要告诉你，只是说你怎么选择你的位置点。啊，我既然是拍电子要推出来，那我的每一个端点的带电子这个带负电的情况，就影响到我去接近缺电荷的情况，对不对？所以共振是只能提供你一个什么？当我要利用这个反应去发生双键反应去发这个单一发跟单一发生反应的时候，我这两个端点的连通率学习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一定是拿电子比较多的那一端去打，我不会拿电比较少的那端去打。
但是整个反应的发生过程还是利用我的双面打出去，不会是用这双面的负面打出去哦，不是这样子哦。这边讲清楚的事情哦，这边要告诉你，只是说这两个端点是正负会接在一起的，比较倾向性高的，但是不是告诉你说是这个负面打这个正面的，不是这样发生反应的。它的反应发生还是在一开始双键对双键三个开方体的这个转移哦。这边告诉你的事情只是说，这两个端点是会互相吸引靠在一起发生反应的，不是告诉你说是这样子负面导致面板，不是，它还是告诉你它是必须经由刚刚看到的联动反应三个键同时生成的过程，这是告诉你位置选择性，这是告诉你位置选择性。最后一个要告诉你的事情是什么？当我在我的打印上面还要取代机，还要取代机呢，这个One for the substitution， 它到底该怎么去判断你的 One for substitution 你的位置点？这边检查嘛。我把起来这边好不好？这是一，你说一吗？对，我把想把这边擦掉。好，不过其实你在课本看得到，哎，课本应该有。这边是在课本里面，或是在你的单独课本上跟你讲到的哦。这个，当我看到这个 one foot as a cubic 的打印的时候，我的立体化学会是怎么样？要怎么去判断它哦？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看到了我的打印跟我的 dinolify 在发生反应的时候，我的双键上是有放取代机的。这个时候，我的取代机去发生反应的过程当中。在发生反应过程当中，它的摆法是怎么摆的？这个 A 跟 B 啊，到底在形成环之后，到底是朝上朝下？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这是固定的哦，是固定的哦，不会乱跑的哦，应该同步反应嘛，对不对？所以它发生反应的过程中会怎么样啊？它会是这样，它会是这样子，把它画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啊？事实上呢，我的圆周中心在下面，是三个会同向。如果我把它画成是一个平面的状态看它的时候，你要聊这个产物，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待会来告诉你。好，休息一下，待会来继续跟你讲这个。好，我们现在开始哈。我这边刚画错了，这个地方这两个是白的，这是红的。你们刚说没画没关系，这两个是白的，这个是红的。刚一开始画的时候画太快了。然后，刚同学要问这个反应的部分哦。再跟你很快跟你讲一次，说为什么跟你说是一个动力学的过程。第一个，你可以区分嘛哈。Handle 跟 Handle 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结构， Handle 才是稳定的结构。原因是因为当我的结构看起来的时候，当我去摆动它的 Newman Projection 的时候，你会看到我的机房会跟我的两个单元是互相错位的，偏袒，它是一个稳定的结构。那为什么刚刚讲说
Secondary orbital 的 overlapping， 它如果就是 PS 或者 kinetic， 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化学反应的趋势，对不对？我的系数在这里，当我有两个可能性，得到一个 P1 或是 P2 的过程当中，这个 P1 叫做 thermodynamic product，P2 呢就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产物。为什么？稳定产物走的是一个热力学反应过程嘛。好，如果我今天透过两个反应的高峰点，我会得到这两个 P1 跟 P2， 如果这两个一样高的时候，反应会怎么走？这个起始物呢会往这边走，也会往这边走。所以当我往这边走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反应产物会使能量很高嘛，它可以再逆回来。然后呢，这边过来达到这个很低能量稳定的，就停在这里。但是今天如果我有一个办法，能够把往左边走这边的这个反应的机制，它的过渡态降下来，哎，这时候就有影响力哦。当我降下这个能量之后呢，我的起始物它就有机会爬回比较低的山丘，得到一个虽然不稳定，但是呢比较容易达成的过程。所以我们刚讲的 A 都如果告诉你的事情，我们就是要把这一段过渡态的稳定性给降下来，让它给稳定性提高。怎么提高的？就在这里，我让我的反应发生过程当中，我的间接要生成，间接要转移过程当中，利用我所进来的 dienoside 的另外一个 unsaturated bonding， 就是不饱和键，它的 Lumo 进来放到稳定住它的过渡态，这样就让整个过渡态是稳定下来的。但是稳定下来之后，当我间接一旦生成之后，这边的关系还是存不存在啊？不存在了。为什么不存在了？这是我发生反应的过渡态，这是 endo 的过程。我的打印都摆在这里，打印在这里，打印的两个端点在这里，所以呢，它是这样子上来的，对不对？当我这样上来的时候呢，我的另外一个单光呢，搭在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上来的时候，这两个是很靠近的，我才有机会能够去稳定住它。当我真的生成间接之后，展开来之后，它朝下，这两个离很远啊，就没有关系的了。所以它有帮助的是有在反应发生的过程，这一个过渡态才有帮助它的这个过渡态的稳定性。它的帮助过渡态在这一段的，在这段发生的。好，所以这样跟你解释的是，你怎么会发生这个过渡态稳定造成你的 endo product 生成？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重要的地理化学告诉你的事情是说，当我的打印两个端点的放取代机的时候，我该怎么样把它画出来？当我的打印取代机呢是朝向这个打印的内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的反应结束了就会朝上，然后呢，在这个双键的外侧，打印的外侧的时候呢，它反应完是在朝下外端的。当我生成这个 product 生成产物之后呢，因为这也是朝下的，所以这两个 B 跟大位语也都宣布这三个同向，这和三个同向，这两个呢则是一个同向，两个 A 是同向。为什么发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哦，在你的课里面你可以去读它哦，因为它会跟你讲说没有这个产物，但是过程都没有跟你讲。怎么发生的呢？利用的是什么这个原理啊？我们是用它的 HOMO 去发生反应，对不对？在 HOMO 发生反应，然后呢，你的起始物呢是用你的 LUMO 进来，你的起始物呢则是用什么？用它的 LUMO。之后呢，你是这两个点相位是相等的，才接上来的。接上来过程当中呢，我往上靠，我要从一个这边是 SP2 对不对？这个板是 SP2 的 carbon， 这板是 SP2 的 carbon， 最后做完之后变成什么？变成是 SP3 了。所以它看到怎么样啊？要旋转。旋转的过程中呢，它走的是两个反方向的旋转，这叫走一个 distortion 的旋转。反方向的旋转，我们来看哈，这是你的产物，这是你的基础物，它的 HOMO， 这是你的产物，它的 LUMO，
我的 homo 在上面，如果在下面，我要上来发生反应。我要这样靠上来，对不对？靠上来的这地方反射70度哦，它其实反射往外的哦。我要靠上来，这怎么办？再开始旋转，才会让我的相位越来越靠近。我若转反方向会怎么样？变蓝对绿了，就没发生什么问题，对不对？下面是怎么样？一定是往外，往外。好，我搞一下。假设我是白衣，这边是我取代器，下面一个白衣弄反上来，我被迫要跟它的相位相比。不是哦，往外旋转，往外旋转，所以本来朝内的就变朝上，本来朝外的就变朝下。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做完之后，你本来朝内的就变朝上去，本来朝外的就变成是朝下，就这样子看的。所以这是为了跟你的相位去相符。简单来说，我这样子上来的时候，这是很简单的说法。如果要用这个绑定奥秘口吼，另外一种较难的解释方式，那就可以讲很久了。但是我们简单告诉你，可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这样。我上来跟上来生成经验解，我是用拍对拍的头对头方式产生新的方式。我一定要相位相等才能方定嘛，我若反向就不能产生方定了嘛。我若蓝对绿遇到混在一起就已经是无解了，对不对？所以怎么办？一定要这个往内靠，这个也往内靠，它才够蓝。这个相位是一样的。我如果是反方向进来。那怎么办？我就懒得碰到冰，冰碰到冰，不能解决。所以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这样，靠上来的过程当中，这样子旋转，这样子旋转。所以本来在这边两个取代器，因为这样旋转关系，就变成这样子站立起来。所以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当我发生了反应之后呢，一旦生成之后呢，我的在内侧这两个呢，会跟进来的这个。那个打印头摆的，别送胸部，方向是相反的，方向是相反的。好，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它，这是一个基本的反应。那个是在过度太短。嗯？那个是在过度太短吗？它本来不是双键，应该转不过来。当然，过度太短才会转，因为你要发生反应的时候，是你要从双键 SP2 转成 SP3 嘛，所以它才会开始要做旋转嘛，你的这个 carbon 的 hybridation 才会开始发生。所以海平面发生的时候，就必须要旋转成从 SP2 这个平面三角形，要变成是一个 trapezoid 的形状，所以才会开始成这个形状的改变。那、为什么逼它旋转？你想也知道，当我电子要多进来了，变成四个 sigma bonding 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本来是三个 sigma bonding 加上一个 pi bonding， 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把所有的反应都跟你讲完了，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个最一开始我教你们这个反应，开始教你这个反应，我们来看哦。在这个反应当中啊，在这反应当中，我本来呢是从一个没有立体化学中心的来意，跟一个没有立体化学中心的，不能讲没有立体化学中心，没有展性中心的这个 dino 板发生反应。发生反应之后呢，我生成了这个。至少这三个 chiral 出来，这个没有生成原因，它是因为这一块总共是七，它如果别的全体还有产生一个 chiral 的，对不对？所以呢，至少产生出这三个 chiral 的，还是这三个这个掌性中心出来。建立的过程中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啊？第一，当我的推电子机是放在这个二号位置的时候，我跟打印用海发生反应的时候，得到的是一个一四的产物，为什么？在那边，你得到了，因为你要发生反应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会找端点是带负电的去跟倾向负电的去跟倾向正电的来让它发生反应，所以你的位置选择性来自那个地方的去告诉你的。好，所以你得到一个一四的产物，现在已经没问题了，这是你懂的事情了，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在哪里？我的这个取代机、发电子机跟我。原本跟白点机同样方向的这个氢，两个呢还是必须是同向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 sin addition 面对面的这个发生反应的过程，它呢反应发生的时候呢是同步的，所以呢它是一起上来的，所以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取代机会位置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两个是 sin addition，
这两个位置也不能改变，这是我们跟你讲过的事情。第三个，为什么这个拉电子机都会朝向里面来？刚刚花了好多时间跟你介绍了，为什么？因为 endo loop， 为什么？因为它有 second loop over there， 为什么？因为它会提供你的 transient state 一个额外的稳定能，帮助你降低活化能，帮助你加速反应速率，所以得到的是一个动力学的产物。但是我可能得到热力学产物，有可能，但你的条件非常非常的热，非常高能量的话，是一个高热力学产物的。OK， 但是呢，一般在我们在介绍的时候，通通都是以这个动力学为主，你只要知道是 Engle product 这样就可以了。好，最后一个，我放上取代器的时候呢，如果我的这个单引的部分是有取代机的，比如像这边，我的取代机这是一个 single phase 单引是朝内的。当我做完反应之后呢，这两个取代机单引上取代机会跟相对应的这一个 endo loop 发的是反向的，是反向的。为什么？我在这边告诉你的，朝内的 A 跟你接进来的这个严重旋涡是反向的，因为呢，它必须是一个 distortory 反向旋转，这样子旋转的，所以在外侧的才会朝下，在内侧是朝上。endo loop 都接在里面，所以它会跟外侧是同向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好，所以我们已经把整个 yes order 的立体化学控制都告诉你，就是这样控制的。所以我们虽然讲得很仔细，但是其实考试的时候，一般在考笔试的时候很难考得这么仔细。通常叫你画产物的结果，但是我通常会叫你去解释一下，这样才算是真的有听懂，或是你有上课。好，如果叫你只是画产物，哎，这两边就蒙对了，或是你多做几题，有一些小诀窍，你看就知道答案了。但是真正的在操作它的时候，其实没那么好操作哦。这边给你几个简单例子，在你开始去练习你的题目之前哈，我们来看几个题目。两分钟，赶快写写看，很快的。之后它都不转，它不就是它的取代器不就变成大概都是直角 ？SP 上会是这样子，这是平面120度。你若不做旋转的动作，重新做 hybridation 的时候，你怎么先生成一个109.1是我的碳的里程，对吗？是吧？好，否则你若直接这样上来，不就什么这边120，这边120，可是这一次上来是跟大家都是90。所以你一定会先做旋转的动作，让你从平面三角形变成是一个正四面体的形状，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边是打印，先判断，这边是打印，这边是打印的话，这边是打印的话 ，CN 是长什么样子啊 ？CN 就是长 CN 聚波棒，这、就是 CN 的结构。这段是它电子系，为什么？你这个系列端波棒也可以 reverse 过来嘛，形成一个带线的带柱这样，这是一个拉电子机。好，这是一个拉电子机，这边是一个打印，所以表示它生成第二次 order reaction， 第二次 order reaction 不用怀疑的，第一个产物就把它先画出来，它就是一个又圆满的产物。然后呢，经过重排，产生这个端波棒出来。所以其中呢，这个端波棒这两个键节是新生成的。这个的位置跟这个的位置会改，这个为什么会改变啊？当然是 SP2 啊，所以这个根本不用管它。SP2 不会有立体化学的问题，大家放在这里。问题在哪里？是这一个跟这一个两个到底在躲避还是要间隔？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叫什么 ？Rejection， 我的位置选择性。刚告诉我们了，推电子机在一号位置，跟推电子机在三号位置，你喜欢找到什么产物啊？一二或者是一四？对不对？好啊，无论是一二或一四，你的长度都是有一个，都在它隔壁。因为在隔壁是在它是一二，在隔壁是在它是一四，所以先判断出来了，我的长度一定就是这个地方是 CN， 这个地方是甲基，还没那么简单哦。接下来这边有个 Carl Center 立体化学要画出来。我们告诉过你，这个第二次 order 除了镜像这些你判断不出来，没办法分离开之外，它还有这个这边的晶体化学要把它画出来，是超小超小。老师怎么讲的？我接上来之后，我的 CN 是 end over， 又会怎么样啊？就是朝下的，对不对？朝下的。然后呢，我的甲基这个是朝向外面来的，它最后我们转下来的时候，它也是朝下的。对，你得到的反应就是长这样。这是你的产物，这是你的产物。它相对应，你会得到它的立体化，它会得到它的立体化多，就是两个面对面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这边如果是 R 的照，这边是 S， 这边如果是 S 照，这边是 R， 不要说多画一组，但是考试不会考你另外另一个多。但是你能够画出这一组，其中有一个镜像，你要画出其中一个镜像，所以这两个你要画出来，你一定要画得出来。第二个，这个反应更简单了，我都放在一号位置，你也没什么好选的。我生成的产物一定是六圆环 ，double bond 在这里，对不对？因为重排都已经出现 double bond 了。然后呢，这两个位置一定是两个位置 ，OCH3， 所以位置跑不掉。相对这是一题很简单的题目 ，OCH3。然后呢，我这边的这一个铜的取代基。无论在这边还是这边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自己要放上来。好，我画上来之后，立体化学来了，有三个立体化学的点，这三个要怎么放？这两个都是朝向外面，当我转成 6 diode 的时候，都是这个 S6 的这个 diode 的时候，它是朝向外面的，所以转完都朝下。我这个本来就要朝下的，所以呢？三个都要朝下，三个都要朝下，所以你会要稍微回去练习一下，要回去看一下。但是整个机制、整个原理、理由，都还是刚刚这两三节课里面教你的所有事情，都在那里面。所以我考试的时候会有一题，第二时候的一定很重要，一定很重要，一定会考你很多。那考你这个第二时候的里面，我一定会选有一题比较代表性的、比较简单的，请你去解释原因。就是说，为什么它得到 endo 产物？为什么你会有 reduce activity？ 那个结构不会太复杂，会是简单的。主要是要看你知道产物的结果，否则的话，你要画这种产物，你虽然没听过课，你回去把答案跟题目对一对，你就知道大概怎么猜得到答案。反正怎么放，答案就是那样子，不太会错的。好，好，这是讲到第二次 order 的部分，这也是这个章节我要教你最后一部分哦。你会发现，你回去之后到十五章呢，后面的部分我都没有教，那地方叫做这个。这个pericyclic reaction 那个地方呢，第二时候的是属于里面的其中一个反应，叫同步的环化反应。那个反应里面还需要非常多的东西，我们没有时间教它。将来如果有机会想要了解，你再来找我，我再教你。但是
那地方有点难哈，因为要牵涉到你的这个鬼域跟鬼域的重叠，它有一些这个电子的药签啊、修魔入魔啊这些要再更进一步，然后告诉你一些这个可环化的计算方式跟不可环化计算方式，所以那边我是不会教你的。好，那地方我们就先放旁边。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你这次来问，但是我们就没有在这个正式的课程里面去教他了哈。会教你那边会有谈到一些什么 two plus two 二加二的反应。然后有一些 forbidden allow 是可以进行的，或是不能进行的这个化学反应哈。但是我想，光是接收的已经可以让你忙一段时间了。好，所以回去把它搞清楚来，整个反应机制是怎么发生的哈。好，没问题的话，我们要开始进入这个十六章的部分哈。我们在十五章帮你建立了 PyMO 的这个系统，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利用这个拍电节呢？所形成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延续性的拍电节的这个形成呢？来去达到一个稳定的过程。它这个观念建立呢，建立了这个拍的 MO， 让你知道说呢，当我的拍电子连续存在的时候，我有机会把电子填到一个稳定的连续的时候，可以让整个分子是稳定下来。这样子的概念呢，会延伸到进行所谓的芳香除化物的这个鉴定哈，一些芳香化物的这个判别哈。接下来我们开始要去讲这一个芳香化物的这个特性。讲芳香化物的特性哦，这个地方，我跟你讲，期末考其实很容易抓它的。第一个，第二手的很重要，一定会考你不少。第二个，芳香化物会不会判断？芳香物会不会判断？这个在你的题目里面就很多芳香化物的这个判断方式，你要能够判断出来什么叫这张整个学完之后，你要有能力呢，能够去判断什么叫芳香化物。什么叫做反芳香化合物？什么叫做非芳香化合物？一个叫 non-aromatic， 一个叫 anti-aromatic， 一个叫 aromatic。然后看起来长得都几乎都一样。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判断出来？这就是判断的标准。好，所以这个一定是标准的这个认识哈。这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以前我们跟大家讲过，芳香化合物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在生物体内呢，有没有芳香化合物啊？非常大量。在我们的 DNA base 全部是芳香化合物，你的 base 呢，要么是 purine， 要么是 purine， 对不对？那 purine 跟 purine， 我们在这一章的最后面我就会教你，你要怎么判断它是芳香化合物。哎，那你知道你的 base 能不能当碱用吗？可不可以当做碱来用？什么当碱来用啊？ base 上面带好多的氮，对不对？你们在上过基本的热生化，是不是教过你这个 base 的结构长什么样子？一个 base purine 上面带两个氮 ，purine 上面带了四个蛋，那这些蛋到底哪些蛋是具有攻击性，哪些是不具有攻击性的？哪些蛋这个是可以拿来当做这个 hydrogen bonding 的 donor acceptor， 哪一些蛋是不能够拿来当做这个 hydrogen bonding 的 acceptor？ 关键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个关键，它那个蛋上的电子啊，能不能为它所用？那个电子如果不能为它所用，它必须贡献出来跟大家一起共用，那它就不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非间接的电子对的功能，它电子就贡献给大家共用均分。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现象？什么时候发生这种现象？这是你们所学过的这是 pyrimidine 嘛， pyrimidine 的结构这边有电子，那这电子到底能不能拿来用？那它如果可以拿来用为什么？它如果不能拿来用为什么？或者是呢，你们所学过的 purine 的结构，在这里面哪一些是属于这个电子是可以拿来用，哪些是不能拿来用的？那关键到什么地方？关键到的化学活性啊。当它可以拿来用，它会当碱用，它会参与整个化学这个生化反应的机制。当它如果不是，它就不能拿来用。那比如说你在蛋白质里面，你所常常遇到的 PC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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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的这个侧链，对不对？这个侧链呢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化学结构，这叫 imidaro， 这叫 imidaro。imidaro 的生物体里面，它是一个很好的结，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在学 C-C-C-C 告诉你，它往往都会发现在这个 protein 的 active site 里面，它可以当碱用，可以当 nucleophile 用，可以去催化化学反应的发生。
比如像在什么地方啊？比如像是在这个Siri 的 Proteus 就会看到它的存在。它往往扮演的是什么？帮助某一些侧链去拔清，或是帮助某一些侧链给它清。所以整个化学反应看过来，包括生物反应看过来，你会发现一切的行为都还是在于氢的供给跟给予。反过头来看，一切的原因都发生在电子的供给跟给予。所以当我要去看一个化学的芳香醇化物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在看这一些结构当中的 pi electron， 它到底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是固定不动，还是它是跟别人一起共享？还是它跟别人一起共享？啊，看这个问题了，它什么时候会跟别人一起共享？比如说，我们两个都有，大家都隔壁相隔两个人都有拍方顶的存在，什么时候会跟你一起共享？什么时候不跟你一起共享？只有一个可能性跟你共享，就是当我们共享之后，双方都得利。所以代表性是什么？当我的能量能够获得额外的稳定能，自然就会让我的拍方顶产生共享的过程。所以能量就决定了会不会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这个介绍，在讲到这个 aromatic compound， 第一个最有名的 aromatic compound 当然是 benzene 苯哦，苯呢，它的这个发现是这个 Brodie 是他在这个1855年发现的。他说发现的时候呢，他是 determine 它的碳氢的这个 ratio 是1:1，他说哇，这个不过就定出了一个 compound 的碳氢比是1:1，他就能够在历史上留名。开玩笑，当年那年代什么机器都没有，什么设备都没有，你要怎么决定它？那才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你要怎么去决定出说这个碳跟氢的比例？不用那个年代了，现在哪边你都决定不出来。就过了200年之后，叫你来决定一下，说，哎，你所变的化合物试试看吧，决定一下它的碳氢比例是多少。在整个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分析一个有机化合物，它的分析方法学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一直演进到后来，到了世界大战的时候，在美国的心脏研究院，是不是一直在开发一些方法去测量人类血液当中的药物动力？它能够去代谢的过程，能够存留在这个生物体内的时间，为什么去量这些事情？这些研究通常都是从军方开始的，为什么？因为军方要去测量，如果这个人在海外得到的疟疾的时候，我什么时候事情一定要投药，要给他多少药，多少药的药量，然后如果进行到的是武器的开发的时候，要告诉你我用多少剂量是可以伤人不致人于死地。它这反正就是一个过程，对不对？因为它就要看你一些重要的化学物质的存留的时间长短，所以分析方法学的开发是非常重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哈。1855年定义出来说，有一类型的化合物呢，它的碳氢比是1:1，但是不晓得它有几颗碳组成，不晓得多少几颗氢的组成。一直到了这个Michel Reset， 他们去发展出来一个方法，去决定出来说呢，这个分子式的分子式的这个组成呢，是六个碳加上六个氢。六碳加六个氢，然后呢，他把它称之为叫 benzene， 叫 benzene。这个 benzene 的这个名称是来自于一个氨基香蕉的这种香料的这个化合物哈。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类似的这种很低的碳氢比的，有这种类似的很低碳氢比的，不见得1:1哦。为什么？我的苯环上放上其他的取代基之后，它碳氢比就是1:1了。但是呢，它碳氢比呢，不像一般所看到的有机化合物，早期的有机化合物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以饱和的为主。你就认为碳氢比是一个固定的饱和的碳氢化合物的比例，但是呢，有一类型是非常低的，低过1:3，看到1:1、1:2、1:1.几的。这些化合物呢，通常都有一个这个特殊的香味哦 ，pleasant smell。这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候的化合物都是来自一些草药，现在化合物都不是来自草药，所以都觉得它臭臭的。那事实上，早期的化合物呢，确实都是来自一些草药哦，来自一些植物。所以他们把它定义为是这个所谓的芳香 aromatic， 这字也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芳香的意思。所以人家都会讲说什么哈，在国外不是很流行到什么芳香疗法嘛，这个 aromatic therapy 嘛，事实上就是用这个字眼，就是用这个字眼，用的是一些来自植物的萃取物啊，来自一些生物的萃取物啊，去萃取出来这些化学物质哈。那当时会去解释这件事情呢，这个结构部分呢，这个跟到了这个就是20世纪初期的时候，大家在决定 DNA 的构型的时候很像哦。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这个大家都在讨论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形状能够去构成这个所谓的六个碳加六个氢会出现的这个形状。这听说这个奇怪哦，这个都跟蛇有关系。听说这个 Hilbert 他听说也是呢，梦到了什么蛇有自己有尾巴，然后就突然想到说会不会是环球？这个要想不想都是这样的 ，DNA 不是外是什么？
条船在一起，然后就想到了。不过当时候呢，确实是他提出来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好，非常有创意的做法。他认为呢，这类型的这个具有芳香味道的这一类型的化合物呢，它是一个环状结构，而且呢，每一个碳碳之间呢都是一个双键的产物，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构呢定义出来说，它叫这个chemical structure。那这个结构定义出来之后呢，大家勉为其难的接受。为什么勉为其难的接受啊？因为它不全然是对的，很快就会发现不全然是对的，哪里不全然是对的？这类型化合物呢已经知道了，它如果不是二碳氢组成。它如果放上取代剂，比如说这是一个 1,2-dichlorobenzene， 如果是它这个取代剂的时候呢，我如果把两个氢换换成两个氯，在隔壁位置，我画出这样的结构，这是画出的结构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双键不见得会在这个上面呢，它也可能变成这样的结构啊，对不对？可是呢，没办法清楚去定义出来说，能够找到两种不同化合物都是有两个氯取代，然后呢是出现这样的结构，找不到，看你是不是同一种东西。现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它实际上是一个共振式？我的拍电子到处 deliver 是到处跑来跑去的。可是当年呢，你是不晓得这件事情，你只知道说这个基本的结构呢是一个固定的。所以当年的这个黑格伦呢，他是怎么去定义的呢？他告诉你说，这三个双键呢是分别定在三组的碳碳键之间。当时候的这个化学家还没有像今天各位这么了解这个化学。你们现在都知道了什么叫化学变体在一起，对吧？你要说笑死人了，三个放在一起不晓得它会产生派 MO 吗？当年他怎么知道？量子力学是在这个1900年之后才开始慢慢发展出来，才有你们今天所学到的这些量子力学的概念。在那个年代是没有，那个年代连鬼域是什么没有知道，那个年代还在定义什么叫做元素，周期表都还没出来，对不对？周期表什么时候出来的？周期表到1878年、1879年，门德列夫。才报道了第一个初型的这个模型的周期表出来，所以这个年代能够去定义出这个结构，实际上是非常厉害的，应该是外星人，不然他怎么知道是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化学家们当人家提出来一个这个结构之后，他马上去反省，去省思说，用我们已知的，因为化学家嘛，或是科学家嘛，你一定不相信别人讲，不能这样子讲。做科学家的人要怎样？你一定要。这个有自己的想法，要有自己的 hypothesis， 对不对？当别人提出他想法之后呢，第一个想法一定是什么？我才不相信你讲，我要去证明你是错的。这是对的事情，为什么？我证明你是错的时候，当我走到有一天大家都证明不出来你是错的时候，你就是对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说做研究也是一样啊。当我们提出一个想法、一个概念去做出来之后，如果不断的我学生如果说出来结果很好，我一定会跟他讲说啊，你这一定是假的。我就开始找不同的学生进来，开始去从不同的方向去打击他。当打击到他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那他就是对的，因为我又找不出任何问题，他是出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的结果是错的，是很 negative 的，那你不用担心，我反而要很鼓励你，这个结果可能会是对的，慢慢让你做起来。所以反而要站在你的答案的另外一面去看这件事情，你不能永远站在答案的正面，就是你看到他的结果去鼓励你的这个结论。这是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化学家呢就去开发，不是开发去思考，如果我要去证明它是错的，或是我要证明它是对的，我该怎么去进行这个反应？当时想到的是最简单的反应，如果我是一个 cyclohexene， 结构很类似但是呢它是一个 double bond， 遇到了 TNF4， 这个我们都学过，对不对？它会生成一个这个 permanganate ester， 然后生成一个 diol， 太浓的时候就打断掉，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它是具有 double bond， 你们上去做这个反应，结果啊，你把苯放在 KMO4 里面不会反应，大家都说哈哈，你错了，你说的 double bond 真的存在吗？第二个，如果呢，你把这样子的这个苯环的结构，把这个 cyclohexene 的结构去跟 bromine 放在一起，这个我们有学过啊，会做什么事情？双键会接到其中一个。这个 bromo 上面去生成 bromine ion 三环的结构，然后呢，另外一个 shield 再打回来生成一个反向的 dibromo substitution product， 结果呢，你把苯拿去跟它发生反应，还是不动，还有什么反应啊？如果你把它拿去跟 pradium 做氢化，它会把它还原掉，你把这个拿去做氢化，还原不掉，所以这一切的资讯都告诉我们啊。这个苯的结构啊，不是那么简单，说一个六元环上面带了三个双键就这样子，所以一定是怎么样？
这个三个双键呢，一定在进行某一个 process， 让它的稳定性提高很高，让它这些双键啊都不具有它原来双键的特性。所以呢，就在后面的研究当中，大家慢慢的去提出来这个修正当中，后来大家慢慢的发现，对量子慢慢的理解之后，提出来说 ，kicker 本身基本上是没有错，主结构是来自于一个对圆环上面带三个双键，可是呢，这三个双键呢不会乖乖的待在自己身上，它会到处跑来跑去，所以出现了两个重要的 bending 的 resonance structure 共振结构，它的本环呢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怎么去验证的？经过了 X-ray 的结构，我们以前讲过啦，一个 double bump 的主结构应该是在 1.34 个 angstrom， 一个 single bump 理论上 1.57 1.54，然后呢，你如果是到了，应该这样讲，一个 double bump 是 1.28 1.33，然后呢，一个这个 single bump 是 1.54， 在一个 cycle filter 答应，就是我们之前这个 filter 关系 filter 答应，在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结构当中的时候呢，它会有部分双键的生成，部分双键生成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是 1.34 angstrom 跟 1.48 个 angstrom， 可是本环却发现啊，它六个键一样长，它六个键一样长，而且是六个键啊，都是 1.397 个 angstrom。表示什么意思啊？这六个键啊，大家都是均等，这六个键啊，都不是单键，也都不是双键，所以表示什么意思？这六个键在自己单键上面都有额外的电子在贡献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你的单键不像单键？当我的单键产生的时候，我周边两个原子还在共享一些电子的存在的时候，我是不是把两颗原子拉得更靠近一点点？可是我没有生成稳定的双键，就是这样的状况。那你说？这个在早几年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都在想，本环就真的像你画的这样，就是这样六圆形，这么厉害？它是正常这样子、啊，是的，就长这样子。你怎么知道长这样子？大概在五六年前哦，应该是五六年前，这个伯克利他们有一个这个团队哦，显微镜的团队拍出本环，把本环的主结构整个拍出来，就长这样子。更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还看到了一个反应发生的过程。多本环的系统怎么环起来怎么断掉？他用显微镜拍给你看，就像拍电影一样。那电显微镜是打什么？打那个电子的存在，打进去产生这个反射嘛，对不对？他就拍到了本环就是一个六圆，而且是对等的六角形，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反应发生过程中它断掉了，我当然不是动态的，他就看到它断掉的过程，下一个闪光出现又合起来的过程。有机会把手出来给你看，他们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那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非常非常惊人的这个影像，我在早期的时候，大概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日本老师演讲，他们是做这个 high laser， 就是超真空，然后做这个电子显微镜，他们在模拟两个，不是模拟，是在观察两个分子发生反应的过程，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拍出很模糊，但是看得出来，就像是一个六角形的头带着一个尾巴，然后在移动的过程，然后再发生这个过程，那时候是拍出来，但是那些结果不可能，结果。我记得是2011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这个多利他们拍出那一张照片，拍出那一套照片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哇，太漂亮了。这个完完全全就用照片告诉你它是真的。只是这照片嘛，我们一般在看你照片的时候是利用光的反射拍到照片，对不对？可是电子显微镜不是哦，它是打电子出进去之后，看打到核的时候反射回来，就看你那个对比出来。所以它，但是它还是描述出来这个电子的结构是长什么样，就是我们100年来大家讨论的本环的结构就是长那样子，没有错。所以大家可以相信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 bending 呢，事实上它是一个共振的 hybrid， 它是这个两个这个 kicker structure 的这个总和。所以为什么本环喜欢画成这样子一个圆圈圈在里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它的双键是同时分布在六个碳上面的。但是我们一般在念化学，在画化学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不是画这一个，就是画这一个。为什么？它比较方便我们来去画出我们的电子流动。好，所以在有机里面，你比较少画这一个。比较少画这个，但是事实上它的概念就是来自于这两边同时存在，得到这样子的结果，好，所以这是一个本环的这个结构的构型。那我们来仔细看看本环的一个这个结构。本环结构呢，它是由六个 sp2 的 carbon 所组成的。六个 sp2 的 carbon 所组成之后呢，这六颗电子啊，这个 sp2 是不是是一个平面三角形？我们讲过 sp2 是长什么样子，一个平面三角形之后有一个。在 Z 方向，重有一个 P 轨运存在，所以我每一个碳上面会有一个电子的存在，拍电子的存在。六颗拍电子，1、2、3、4、5、6，这六颗拍电子呢，有三个拍键的形成。
这三个拍片呢，因为是连续的，都是 double 棒 single 棒 double 棒 single 棒 double 棒，所以这六颗拍片是没有会在这个六角形里面呢到处跑来跑去，它不会固定在某个位置里面去，不会固定在某个位置里面去，所以你会画出来它的这个电子的构型跟长得不一样，它像个飞盘一样，像个飞盘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个里面呢，我的拍电子呢，环流呢是环流在中间里面来，是环到中间里面来的。对这个碳氢的选择性上面来讲呢，这个氢的这个电子的流的电子流的主要的密度是集中在中间的，集中在中间的哈、哦。所以我们把这六个拍电子呢称之为它叫 delocalized 的这个电子哈、哦。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这个电子的共振啊，电子的位置的乱跑啊，跑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啊，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 delocalized。这 localize 什么意思啊？ localize 的是位置化，你要把一个地方帮它定位，就 localization。那 delocalize 指的是什么？叫未定域化。什么未定域化？就是我的电子啊，是不会出现在固定的位置，要到处跑，每个位置都会跑掉的。好，所以叫 delocalize 在不同的位置点。就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呢，所以它的双键啊，不再是原来的双键。当我碰到了这个 bromine 还有这个溴化铁的时候呢？这个 bromine 呢，它不会生成这个 dibromo 的 substitution， 它反而是放上 单一一个溴的取代。这个反应呢，我们会在实际上说教你，这叫 Fedotoffic reaction， Fedotoffic reaction， 这到时候会跟你讲哦。所以发现它反应跟双键的反应通通都不一样，通通都不一样。那这个苯环呢，本身会出现一些非常特别的稳定性。刚跟你讲过了，它本来呢应该具有双键，就应该做双键该做的事，结果呢它通通都不做，双键该做的反应它通通都不做。它反而有自己的一套反应，原因是为什么？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个 cyclohexane 环极碗，环极碗呢，相对这些放上 double bond 之后呢，它是最稳定的，环极碗是最稳定的 ，saturated 的这种碳氢类是最稳定的，对不对？我每放上一个双键呢，我的不稳定性就会提升一点，每天就往上提高一点。我放上一个双键的时候呢，它提高了120 kJ per mole。我放上两个的时候呢，就变成240，因为各放上一个，各放上一个，好啦。如果呢，这两个双键放在一个位置，变成长这个样子，这不就是15章所学到的 competitive dying 吗？共轭双键双双键的系统。所以能量下降下来了，这个八个 kJ per mole 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拜托鼓励我一下，怎么来的？这个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稳定呢？共振是一个，但是你学过15章的，你应该会想出一些这个更精准一点的字，或是更鼓舞人心的这种说法。怎么来的？本来呢，这两个双键呢是分别自己存在的，但是呢，当我如果把它放在共轭键之后，你是不是可以画出一个四个拍的 MO？ 你是不是让四颗电子都填到了稳定的接壤？你本来是双键的时候，一个填在拍跟拍 star， 另外一个是填拍跟拍 star。可是我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共轭系统的时候，我可以填成拍 one、拍 two、拍三、拍四。其中的两个拍 one 是填到一个很低的能阶区的，那是不是让整个分子系统是稳定下来的？那这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它是稳定的？八个 kJ 就来自这一个稳定能的产生，稳定能的产生。好了，如果我再多放上一个这个 double 放，变成三个，理论上它是120。经过计算，它可以到360左右，359 kJ per mole。结果啊，直接量出来之后呢，它的苯环的能量啊，竟然只有208，比这一个 conjugated dying 还要低。怎么有这么稳？怎么会有这个这么大的151 kJ 的 resonance 的这个稳定能会跑出来？原因就在于啊，你也可以去把它摆成像我们在看这个共轭系统的这个稳定能一样，我们之后就要告诉你怎么去画出它的这个拍的 MO 的。这些轨域，那是不是所有具有这样子特性的分子都能够有这样的稳定能的存在？这是我们介绍一个很大型的分子，我们叫 annulins。annul 这个字眼 ，a n n u l e n e。annulins 是什么意思啊？指的是环状的烯类结构，环烯类的结构。annulation 指的是环化反应，指的是什么？在环上加上我们的 annulation reaction。Annulin 指的就是呢 ，cyclic hydrocarbons with alternating alternating single bond as double bonds， 什么意思啊？它是一个连续的共轭系统，一定是双单这样交错而成的，然后必须是环起来的。所以看到什么？有四环的，有六环的，有八环的，有十环的。
哎，你就说，哎，老师，那像这些都是要 aromatic 啦，这些分子呢，理论上都是环起来又都有共轭系统，所以每一个画出来之后，它都应该要具有额外的稳定能，是吗？如果是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做十六章了。答案不是，为什么不是？我们就要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明下个礼拜这个礼拜，要告诉你它为什么不，有些为什么不稳定，有些为什么特别的稳定。好，这些扭力呢，只要你是有具有这样结构环起来的，然后呢，它是具有这个 double bond 的，连续的 double bond single bond 的，我们通通把它叫做 扭力。但是呢，这些扭力只有一部分它是属于芳香性化合物。另外一个部分呢，都是属于 non-aromatic or anti-aromatic。 你要怎么判断哪一些是属于芳香，哪一些是属于反芳香，哪一些是属于非芳香化合物，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要一个一个教你，一个教你。这四个里面，这四个里面只有它是芳香化合物，其他都不是，都不是芳香化合物。那为什么？我到时候要一个一个给你看，一个一个给你看啊。其中我们来看一个很大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六环的结构，它呢会有像不同的两个 kicker structure， 然后呢还有六环稳定能，它呢会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可是呢，无论你是四环或者是八环，它们呢碰到的双键会发生反应的这些试剂啊，通通都会发生反应，通都会发生反应。它不像苯环一样，碰到的 BR 都不反应，碰到的这个 KM 都不反应，它碰到的这些试剂啊，反应性都很好。所以显然它是不像苯环，不像苯，是具有额外的稳定能。具有额外的稳定，那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先告诉你一个，这是一个 cycle of Pastrani 结构，这是一个八环的系统。这个八环系统里面啊，它的结构不是平面的，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马鞍一样。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哦，这是一个预先的提醒哦。它为什么没办法得到像本环一样这么稳定的结构？本环稳定结构怎么来的？在于我六个拍轨域能够一起共用拍电子，大家形成一个环电流。所以表示什么意思？我的每一个拍都要同样的位置，大家电才能够跑到去。啊，你如果把它如果到八环的时候，它结构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它变成什么样啊？我的拍一个是朝这边，一个是朝上面，一个是朝这边，它电子怎么跑？好像障碍赛一样，对不对？它的拍这个 O B 头的相位每个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平面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下礼拜的课回来就要告诉你。你要怎么去判断 aromatic、anti-aromatic、non-aromatic 它的四个重要的 criteria， 然后希望看完之后就能够准确判断这些不同的这个分子。好，我们上到这边。